我以为我可以照顾你一辈子，但是现在看来，祝你幸福。 钥匙我给你放桌上了。哦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欠你多少钱呀？什么钱啊？你给我爸妈装热水器，我该给你多少钱呀？哎，那不用算了。什么叫不用算了？一码是一码。 他看动画片的时候，不准笑话他，还要跟他一起看，向新朋友介绍他的时候，要搂着他的腰，把他的照片贴到钱包、手机，一切能经常看到的地方，离开他不能超过5天以上。在他哭的时候，要抱着他，不厌其烦地哄他，直到他破涕为笑。他发脾气时。 不要不理他，更不能甩手就走。在怒火冲昏头脑前，要坚持数到10，不要计较谁对谁错，一定要先说对不起。他虽然喜欢欺负我，但是每次有什么好东西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。在他想我时，争分夺秒地挤出时间与他约会。 每天都要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地说一遍：“我爱你。”他喜欢听。可我还在远远地看着你，却不承认我还在爱着你，只是。 你不发，你要
老白怎么说的？你再让我听听。然后呢，你该干嘛干嘛，老老实实等到晚上，越晚越好。让他过来，给他倒杯红酒，你俩一边喝红酒一边好好聊聊。喝红酒？我跟他都离婚了，大半夜把他勾搭过来给他倒杯红酒，见不见呀？我不干。刚才谁抱着这个小本跟我哭诉来着？你要问我们意见，我们就告诉你意见。你现在说意见不好，你不能老想着对方有所行动。你要是想要，你就得自己有所行动。老白，老白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俩别咸吃萝卜淡操心了。小鹿根本就是随便那么一说，咱们就随便那么一听，他根本没事儿，他也不会听我们的。我真的不是随便那么一说。我特别需要听取你们两个的意见。听，老白最高指示来了啊！我刚看到一段话，跟你们共勉。很多女人的不幸不是在于事件，而是在于纠缠。事件往往是突发的，纠缠却是沉疴。所以别拧巴，要么努力，要么放弃。最要不得的就是优柔寡断或者破罐破摔，耽误自己，浪费生命。句句说到我心里了。怎么了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这破凳子，除了占地儿和伤人之外，一无是处。那就扔了呗，想明白就不要了。我主要发现一好东西，哎，你看看。那你喜欢吗？我喜欢不重要，主要得你喜欢。你喜欢就是我喜欢，你讨厌就是我讨厌，我都随你。买了，走。走哪儿去啊？哪儿呀、啊？这你的吧？哎，哎，是是是，谢谢啊，哥们儿。哎，哥们儿，谢谢啊。哎，兄弟，看你也像常客啊，贵姓啊？我姓吕。我叫田七。以后就叫我老七就成了。怎么着，你也是这常客？刚来上海不到一个月，这不还没找着落脚地儿呢，先在这儿对付一下。哎，你来上海多久了？我来了有快十年了吧。十年啊？还住这儿？上海够难混的，其实想想住这儿也挺好的，除了就是晚上有点吵，打呼噜的，磨牙的。哎呀，有了这两个，这一闭眼呐，就跟家里的床上是一样的。